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洛杉矶。我们今天要参观一下洛杉矶海滩的地区，包括 Santa Monica 跟 Venice。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在我后面呢是威尼斯很出名的地方，就是肌肉海滩。肌肉海滩呢，原来是 Arnold Schwarzenegger 来过锻炼的地方。目前呢，有很多人来这边在户外活动，他们都想得到肌肉一块一块的，就是 six pack abs， 就是腹部肌肉一块一块的。这里是美国的威尼斯，它的名字来自于意大利的威尼斯，因为长得很像。这里的市民好多有自己的船，可以坐船去看看他们的朋友。Santa Monica 也是一个海滩的城市，它有高级的商店啊，也有健康的饭馆。不过它最出名就是我后面的这个码头上的游乐园。今天我们来到百福利山庄 Beverly Hills， 这是洛杉矶最高级的地区，它有好多非常好的饭馆啊、饭店啊，还有国际出名品牌的商店。如果你要在百福利山庄逛街的话，一定要来到这个国际出名的 Rodeo Drive。